他追谁呀？下播不下机，这个有点真实。被整死了。我希望这老哥还带了个怀表，他要带怀表的话，这把就赢了。差这么多。哎呦我的，你这没按着。你又没打死佣兵，你传送干啥呀？那是招谁惹去了？修的修电机修的时候一无所有。我出去就能加很多分，非要给我加九分。好吵啊！我操，这楼下在装修。
在家就是在装修，在装修了一个上午。我上午睡觉的时候就听见了，不停哒哒哒哒哒，吵死了，搞了一点都没睡好。强是在海边，佣兵炎黄，我这台重新洗，够了。佣兵只要补倒，自个儿回来补呗，非要发我需要帮助。不想听歌打游戏了，太吵了，我有点受不了。加上这个第五又没什么音乐，哎，佣兵怎么半天还不补啊？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要好了。这你敢传？磨一下了。
他总不会这还敢传吧？再传就没了，一个人都别想保了。他这是应该是节奏不好，他只能靠传送去。快乐前锋，快乐快乐。真快乐呀。大家打气流刀呢，这是。假摔吗？走你！什么？到你了，撞他！他跑了，我死！哎，真叫挂死救啊！你这挂死你救不下来怎么办？那你哥把我卖了。Mm-hmm.
这也太神仙了吧！武器在二楼。不许不许，修！盒子崩，气炸！看这个黑妹，只要他不倒，自己补。刚才在玩手机，忘记给了。我又忘记给了，没了没了没了。雪崩倒不，还不得可以救，这机子还不得可以压。还不是能赢。你贴门去啊你。搞了半天你们没压好啊！别点别点别别！汽油到了。
一台机子，这真就这么多人，你就补啊！先挂他还有机会，先挂我就没了，先挂我就只能投了，投了。没救下来呀！可以点了，算了。沉迷玩手机无法自拔，反正修电机闲着也是闲着。这个人还带了那个警戒那个心跳的东西，真贼呀！出人！送 buff 行，可以。要死谁我？何必呢？你抓个黑妹，你杰克抓黑妹不就炸了吗？除非你有金身或者闪现。迷了，你个慢番就迷了，溜溜球。还蓄力刀呢，瞧你秀的！这母女怎么回事？不修了，最后一台肯定有人修了，把屠夫打一顿去，蹭个三层猴。这不叫无伤救人了吗？你他大爷的！我还要揍你！
强点呀、啊，怕啥？看我都没带虚的。多谢猴子啊！多谢啊！这么喜欢给别人送猴子。怎么结实老头开呀、啊、其实娃娃死绝了吗？这你能开？我操，还真开了！这你敢救我走了？这绕个门不就没了吗？怎么死了还带音乐呢？手速慢了，插板和封装。闪现交了，还是得救的。没一刀了。给佣兵套鸟啊，等会一个压迫就过半了。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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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死前不忘杀50。 这种出生在双十一是最烦的，100%撞脸。不是送我加速吗？ 真能丢得到啊！哎，没个着。 下次应该往小木屋转，亏死！拯救双岛了。 是不是带了一个怀表？修的，换了个闪现。 好像他压根就没换，技能就没教过。打这种就应该用个黑妹或者磁铁什么的，把隐身弄掉就好了。
他是在掌管了，还是打到鸟了呀？应该是打到鸟了吧。不着急，红蝶好好救。 分子又灭，还是稳啊？他这拉半天锯还断了，是什么鬼？这锯到洞了吗？ 哪推到人？这电机都全部都干了，闪现了，
吃了个钻，不亏。怀表，这闪现我没看懂啊，闪了个啥？真的是一厘米撞音啊！抽根针，用一用，然后再出去。看能不能戳个什么东西。还打个洞，从地下室那边打个洞捞出去。
痛的。人都没见着，跑了吧？这波取消插刀妙啊！能不能狗鱼？这么久的吗？刷起来了，刷起来了。就要狙到先知了，下一波闪现死了。也是这么切来切去的，接着干嘛呀？一秒切一次，一秒切一次。
这个还只能瘫了，我开不动门。 这要开局抓魔术师就蛮难受喽，不好扯，要么就不让他关了人。
这有弹射位的好，有弹射还能再飞区域网吗？带了个怀表，请不休假了，请不。牛逼！是吹上瘾了吗？吹黑妹。 等屋人呢？这难扯哦，等你赶到我，这估计就飞了。 节点啊，倒地节点，还提前丢呢。 Yeah.
往人皇那边修，应该够了。没带帐篷。 蜥蜴已经炸了，送了他一个二级屁股。 盖一板子，感觉脚闪，溜了溜了。 电视手机应该没电了，所以跑了。
坐出去啦！哎呀，你非要去跟那个娃娃蹭一下子，你不是不知道你干嘛？